前，驸马七八集团三十周年的感恩礼拜，是台中的演唱的是惠民学校以及都眼睛看不到的小朋友，因即摆伫遮演唱来表示上大的感恩，合唱集团。阿简集团呢，当时就总台，因的家庭实在是虔诚的基督徒，因对事业真有成就，但是对弱势团体真照顾。今日感恩礼拜特别邀请咱弱势这团体啊，还学生来这表演，同时都请赞因的捐款，非常的难得。感谢惠民学校